哎，瑞来姐，你刚才说到那个叔叔会做饭，其实阿姨也会做，也会做啊。她经历很丰富的。其实阿姨有过这个去韩国待了很长时间，是不是？嗯，待了能有4年。你是不是也学了很多这个韩式料理怎么做呀？我就会做大酱汤。大酱汤，大酱汤做的挺好的。叔叔怎么还乐了？大哥乐坏了。咱们是抚顺显著人多。经常去吃狗肉去，我现在施工队现在就来吃美食呢，我们成天来那吃狗肉。哎，比如说你的施工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现在退休以后啊，给聘过去了。聘到工程队了吗？啊，进工程队了。啊，进工程队了，给他们到现场给吃回去了。哎，叔叔，你手下管着不少人呗，是不？嗯，就是。你这在外边说的这么算，那你回家是不是也得管着人啊？不不不，我想受人管，这个不他想打板供人家呢。我这个我不想管，不喜欢你用他管。他说不管，回家让你管。那行那行，不能服从他的领导，得服从我的领导。小不小气？那是哪有小气？没有钱摸摸兜里皮鞭都感觉。那什么小气？都供起来了，小气啥？那姐姐下去。上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哎，好好好嘞，哎，来，再见啊，哎，再见。所以瞅挺泼辣的一个人，他说话也是个大嗓门子，挺开朗的一个人，感觉挺好。有缘没有缘，再来看演员，来，大哥再选择一位啊。这个哈，好嘞。这次选你觉得他能选谁呀？这个呀，选他，选他，选他。